天哪，我应该苏醒，轮到我爱来跟头乌汗时，这个心脏跳到要为嘴甲哭出来，安尼吼，我无才调，通我乌半条汗时，遐有一间土地公伯庙，人讲有牌有保庇。来消防巡到，我一定会无命，所以你一定爱甲我斗保庇。也若讲到伊求欠债，求甲欠，平时啊当算阁欠十年。规身躯甲找找，做人翻山过油田，伊伫阮村仔内是通人嫌。拜托的，你予伊着着老土情，予伊规工便所走袂停，倒大饭村顶过过年，予我乌闲时乌下时，要无你保庇予伊紧。才会出来外面哭哭做，伊也真正拄仔要过迄个马路，予伊予天马弄，弄一个洞啊，脑震荡。要无保庇，予伊溃疡十二指肠，我爸无法度通出门，我乌闲时，倒来去躲山。伊会放较袂开，我其实是一个书生，我唔免得来遮乌闲事，啊，就安尼哦，加大班咯。人个哦，淡百万元块要请我去加学生，二十六银行我真定，我路人看到
对母仔囝要自杀，我于心不忍，二十六拢送予伊，我嘛知影讲阮某囝仔要出事安尼，啊，我想讲哦，现今有啊，阮囝头一个尔，咱也唔捌，叫阮某入来忍耐，较慢仔洗，无伊讲讲哦，该洗的时阵，迄嘛捏袂掉啊，阮某讲伊腹肚空，无物件通去洗也袂用心，我接到来接头乌汗时，我四处无奈。公平，我拜托你，你保庇，保庇予伊抽咸白，予伊一工想袂通。伊钱剩遮尔啊细，不过人个隔壁村淡薄万元话，人是好事做正多。也若这个抽咸白啊吼，伊安尼去苦着伊家己啦，一个钱拍二四个角，人生在世，伊都无对家己较好一点啊。伊倘有这么济财产，要创啥物？有一天，伊若是一世终身，迄个钱嘛是拢算别人的，人要怎解费伊嘛唔知。所以吼，你爱保庇，或者求前辈啊，伊安尼想会开，像咧陈元花，提我钱去援助人，啊对家己较好诶，互伊身体较健康咧。听讲求前辈啊，伊有三高，听讲有糖尿病。伊为着要节省钱，拢爱去食药啊，爱去用汗，安尼袂用心啊！爱搁予人袂讲信呢，你不必予伊当火烧啦吼！这是我肺腑之言，我讲拢实在。你莫像我头一摆讲的安尼算哦。好，多谢多谢，托你个拜，多谢。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为着我欢喜，我袂讲嘛，我才吃唔着，赶紧，我无等，我紧倒来。我三高一万三，坦白地讲，这个故事哦，真值得人同情的。你啊，世间人爱做好事啦，啊我呐一工存了侪钱，啊无叫你实实给我开，啊我双脚若溜滴哩，啊就关出去啊。啊我就讲嘛，是讲无咯，国家搞成功呢，啊你免啦。爱讲安尼有影啦，我感觉这就好咯，我欣赏。伊我懂哦，春秋安尼自律咯，所以讲听伊故事，我知影，我怕死，准备来去准备。